想去苏格兰旅行的朋友就要注意了噃。以为找翻嚟呢张钱好似唔系英镑嚟嘅，系苏格兰钱嚟嘅嘛？系啊，因为苏格兰嘅通用货币咧系英镑啦，而另一种咧就系由三间银行发行嘅苏格兰币，全国都通用嘅。虽然法例上系咁样讲，但系咧喺英国旅行嘅时候咧又未必收苏格兰币嘅，因为咧一般嚟讲咧。商户咧同銀行兑翻英鎊嘅時候咧，係要收手續費噶，所以咧我建議大家嚟蘇格蘭旅行咧，都係唱翻英鎊咧就穩陣啲啦。同埋我想問一下，點解你會選擇送呢只橙色嘅小恐龍俾我呢？我只恐龍諗住買俾你嘅，買俾只狗啊。我嗰只貓嚟嘅。哦，係咩？咦喂，你而家帶我去邊啊？我哋去一個前輩嘅餐廳度食飯。前輩，你唔係依家打嚟見家長啊嘛？你唔好成日 FF 咁多啦，佢都係你前輩嚟嘅，佢就係著名藝人喬寶寶啦。哦，喬寶寶，咦？佢全家移民咗嚟蘇格蘭。嗯，佢已經在上面等緊我哋啦，行啦。唔好意思啊，要你等我哋。靚女梗係要等啦，仲有靚仔。嗱。你山長水遠嚟到呢度，當然要食翻正宗嘅印度咖喱啦！太好啦，我想試正宗嘅印度菜好耐啦。嗯，咁啊啱曬啦，跟我嚟啊！根據2021年嘅一項調查，原來蘇格蘭有超過30,000嘅印度籍人士居住嘅噃，仲要係第二大非本地人口，唔怪之得喬寶寶都揀呢個地方落腳啦。所以今次嚟到，除咗想食好西之外咧 ，Kyle 同埋 Jillian 呢兩位後輩都想了解一下印度人對婚姻嘅睇法。Sasriyaka， 哇，好嘢喎！嚇，呢個咁 tradition 嘅印度文都知啊，得唔得啊？得唔得 ？OK， 學到嘢 ，very good 啊，咬字都好準啊。咁啊，今日好開心，即係嚟到你喺蘇格蘭而家自己開嘅印度餐廳啦。點解當初你會由即係香港嘅演藝圈啦，咁就突然之間可能移民咗嚟蘇格蘭，有咩特別原因？主要係細仔啦，因為細仔就出世嘅時候咧，就喺2003年嗰陣時候就香港爆發沙士啦，沙士啊，咁就嗰陣時候我仲喺懲教署嘅，咁就我哋有海外教津貼啦，咁送咗大仔就過嚟蘇格蘭讀書啦，因為蘇格蘭比較悶啲，就冇英格蘭啊咁活躍。咁啊，想佢即係悶啲，咁啊係啦。嗰陣時點解揀蘇格蘭？因為蘇格蘭咧就我妹喺嗰度啦。因為我本身我五兄弟姊妹啦，大佬啊同埋二家姐就喺加拿大。咁但係我哋就本身中意蘇格蘭，即係嗰個環境。因為我去過妹結婚嘅時候，我見到啲人咧就好 nice， 好熱情啊！即係尤其對啲有色人種咧就特別友善。咁我覺得蘇格蘭一個好另類、好特別、好爽，同埋個 weather 咧都好正。咁同埋我本身咧就中意飲威士忌啦，咁我覺得哇喺 Scotch whisky 蘇格蘭其實啱曬啦，即係一舉幾得咯。哇！我覺得我同我嘅另一半感情係要好穩定，應該話我要對佢好有安全感，我先至會同佢去移民，即係或者去第二個全新嘅環境生活，因為你本身要適應一個新嘅環境已經係好難噶啦。如果大家冇感情基礎啊，或者本身生活習慣又唔夾啊，人在他鄉已經係覺得好似無依無靠咁。如果佢仲俾唔到安全感，我就覺得更加唔 OK 啦。但係頭先你話譬如婚宴嘅時候就會飲 whisky 啦，咁你當年同你太太嘅認識好似都係話係盲婚啞嫁過，係咪？你覺得先婚後愛其實係 work 唔 work 咧？我諗全球如果你講離婚率，印度離婚率係最低，雖然係盲婚啞嫁，個離婚率亦都係最低。咁係可能，因為其實我哋唔覺得話盲婚啞嫁有啲咩 problem， 即係嗰陣時我都有同即係香港女仔拍拖啦。咁但係阿媽咪就覺得，咦，雖然阿仔我哋離開別井，但係我哋一定揾翻自己人。咁跟住就俾咗3張相，即係有 choice 嘅，唔係話冇。咁啊，第一張啊嚟自加拿大印度西斯，第二張啊英國印度西斯，第三張就印度嘅印度西斯。咁佢話呢個加拿大印度西斯千萬富婆歐跛佢唔使憂，不過佢就即係已經有小朋友。
咁我阿媽我嘅謀生即係都唔使話 buy one get one free 啦咁樣，跟住就佢第二個就英國嘅印度西斯咯。英國印度西斯就一個百萬富婆，因為點解咁講咧？因為我哋結婚係女嫁俾嫁妝，女則女係，即係我哋嘅 tradition 嚟嘅。